有中职最正 MC 美称的林艾融，除了在乐天桃猿队担任主持人，出写真书《艾在你身边》外，也时常在社群分享生活。近日上传一段表演影片，过程却因为服装过松导致她险些走光，频拉衣领的画面也掀起关注。掌声叫，送了一系列女孩们的表演，再次谢谢。